大江国小校长郭庆康伫台顶尖伫学校推行着品德教育成果进行着分享，因为讲学校是双语 A 类的这学校，所以讲品德教育的推动嘛，结合着双语，透过着英语的绘本，结合着母亲一个这个定义的生活化方式，或者品德教育伫日常生活当中来实现。全英上课哈，啊，所以你看旁边那边会有些 A B C D 这样，好亲近很少。十分钟开始 ，OK。提供着品德教育扎根的计划学校，各有二级国小、甲大级国小、甲德门国小等学校。伊拢是透过无同款方式推广着品德教育，去安平国际同济会支持着品德教育的扎根计划，特别联合国内优惠关键教材甲社群活动经费。前两年的部分在于品德教育的一个推广，那第三年的话应用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在例行实践的部分有了蛮明显的改善。的一个效果存在。那整个品德教育，我们其实是主要是不是只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善恶而已，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思考及判断的能力，然后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安平同济会最主要要推广品德教育的目的。伊前年有提上五专店出席的关键仪式，对着同济会支持品德教育推动相当肯定，嘛希望透过着相关的教材甲活动举办，和品德教育伫日常生活当中来实现。那我们一定好好利用这笔经费来帮忙学校来教育我们的小朋友，让他们从小的建立起正确的观念，然后能够将来长大之后，不管在生活习惯或者是这个言行举止上面都能够符合品德教育的要求，那能够塑造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城市，以及高人文素质的城市。以上五关键仪式的现场，嘛有学生来观摩着地主经，佮有安排过来参观活动，和学生朋友来做着体验。南天新闻台谢达南采访报道。